你啊。啊，好，谢谢。你会很开心。其实我们的很关键的是我们的顾客给我们的肯定啊，对，我搬过来已经17年了。但是毕竟都以前我们来做好很多个新的经卖了，是它的肉比较细，皮比较厚啊，这种货这边常常有。我们这两天我们以前就常常做，没有去做，包括旅游。